今天我转上些鸽子了，转些肉给我吃。这勺这得喝些汤，鸽子不扔得很，尤其那个扔那个有胃病的、胃寒的、胃尿的吃就好了。好的，我下去了，我就转上些汤了。买的就这个，就是我们这道就是这个20块钱呢。烤掉。嗯。没烤掉20。这个。这个、好的。好的。去玩去吧。八个鸽巴子吧。起来了，还有这些蒸干子呢。嗯，多少些鸽肉就你吃。来，带跟着金阳转转。这个叫狗丸子吃去。切片，吃过豆油，你来看就好了。那空了，你这天我们有毛的和小菜，什么呢？来好好的青椒菜。2个鸽子吧？嗯，咱们家鸽子今年是最小的。2个鸽子不行。哎，咱好多的好友。好耶，阿小峰，小峰。别叫你叫不了。叫友。好。好。我切上些水仙酒，抓子，嗯，花的啊。红烧胡萝卜片，萝卜片，和豆片。要脱豆胡萝卜片，说了吗？酒面。现在我们酒我们调上辣椒、葱花，今天吃不起再买不上咱的菜。调点鸡精，调多不嘞？调了。我这今天吃不起那个的菜子，晓得没？调多不合适，该吃的。就中饭就是八块钱了。这两口子点起，吃点吃点吃的，弄得一斤多。